我考上了，我考上了。儿子，你真棒。他说，不去坚持梦想，就永远无法到达终点。王总，今天怎么回事？我带跑石头。宝宝的头和颈。他说，爱心与责任总是形影不离。喂，您好，这里是大运村后勤保障组。我们可以就是改进一下我们的师傅方案。足球 football 篮球 basketball。 他说，热情有时也会换来善意的取笑。也许你的情怀会遇到挑战。四色渐变的标识吗？这个很难，但我们可以试一试。也许你的初心会遭受一次次失败。我们是准真亮。也许我们都很平凡。我们来吃红茶汤铺，我看不能做过。张力一定要控制好。平常呀，运动员需要用到的日用品要百分之百齐全。但有了追求百分百的决心，大家快来看，我们就注定不平凡。我们做成了。恭喜王壮啊，将代表我们去参加成都大运会。相信自己，来，相信。百分百严格，百分百活力，百分百投入，百分百安全，百分百热血，百分百拼搏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百分百，当我们加起来，就不只是百分百。